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？祝福你听见了吗？我的思念你感觉到了吗？思念你感觉到了吗？有一种情缘不用来诉说，提起来总是难以放下。有一种牵挂不用你来叮咛，说起来总是让人淌泪花。带领深情的表达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像你说的那样吗？你的生活幸福吗？像我想的那样吗？也许你现在过得不错，我对你还是放心不下。有一种